不是啊，还是要跪吧，要跪啦，待会啦，待会我们就看看一下，这个是那么重要的，那这边还先不用跪，先不用跪啊，那海涵要做什么？他就这样。没有吧，他就对了，他就是腼腆的笑，就捂住嘴巴，然后很惊讶，捂住嘴巴，很惊讶，怎么有人在这里？怎么有人在这里求婚？就是很惊讶，你做一个很惊讶的表情，就是很惊讶，是这样拿的吗？很惊、就是、啊，是很小，对，这样子。因为我知道现在没有盒子，不是打开这样吗？没有，你就直接拿一个戒指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他就遮嘴巴惊讶，啊，惊讶应该要再抱一下吧？应该说就他没有戴上戒指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可以停到，还是这样甩开，然后一巴掌。没有惊讶，然后转回来就很开心的笑。我们这一卡可以录到他要准备要戴上他手的那一刻就卡了。好，就是那要准备要套到。好，再一次。那我套的动作我要怎么去套？你就抓了他的手，抓了他一只手。来，演练。这只是无名指。对啦。不然哪一只无名指？不是整只手，什么抓一只手？你北京啊？看我没有学过，你有看过电影好不好？然后到这样子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还没进去，还没进去就到。不是啦，还没跳进去啊，出来手还你戒指还没进到他手指。对，套一个要准备要那么。你要慢一点，你要慢一点。你抓住他手，准备要套的那一刻就卡了，结束了。对，好跳。没了。对，但是你套的那个瞬间要慢一点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来试试看，来吧。你先外套先不用脱，你先穿着。没关系，我再揉一次。哦，再揉一次。好，来，直接抱吧。直接抱。我去，没有，直接。所以我也不用了，我们就直接从抱开始。就这样。2、3、4。哎，我看镜头。要吗？不用看镜头。镜头过来。对。他抱看着他自己哦，抱个5秒好了。到底是在干嘛？抱个五秒啊！镜头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求婚。NPC。你不要，我惊讶，你不是要惊讶？对，再惊讶之后，可是我还没点头啊。那我要没有点头，你不用点头，你直接把你直接去牵他手，你直接去牵他手。没有惊讶，手伸出来，对，怪怪的。对啊，什么？你是什么啦？什么？那不然我惊讶啊，惊讶，然后手就伸出来啊。我是一直都是这样跪着嘛，就是一样是这样子，手把他抓过来，对啊，然后这样子慢慢的，再慢一点，这样子嘛，然后。你戒指要拿两侧比较好戴，这样子。对。没有，你直接站起来了。多谢各位，直接站起来了。你说他应该是套完戒指，然后你们两个要再抱一下，我们才能转过来。因为转过来是他开心的表情啊。哦，对。对啊，你不可能戴着戒指。那前面还要抱吗？那前面抱干嘛？前面其实不用抱。那就是直接从求婚开始啊，求完婚然后我们才抱一下。所以戒指要戴上是不是？你的 MV 戒指要戴上吗？不戴啊。他是不戴戒指要戴上吗？不戴。